西瓜泡泡糖，看一下这个瓶子里面，它就只给了我一颗红色。我们先来吃一下，这个瓶子还是挺好看的，我想要吃这一颗红色。吓了我一跳，我也把我牙齿给我崩掉了呢。你看这个都没有，难道是暗示我这一个月都不要碰红色的东西吗？再来一颗绿色，绿色居然也没有蹦。再来一颗黄色，也没有。这个不是我小时候吃过的西瓜泡泡糖了，完全没有小时候那种味道。虽然它造型挺可爱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吐出泡泡，跟个小奶瓶一样的。我来吐一下泡泡，阿忠要发力了哈。好，第一次以失败告终，然后我们来第二次。好，第二次失败告终。第三次，这次一定要成功。事不过三，我不来了，我玩不起，我输了啊。奶酪棒。浓浓的乳味，好吃到 QQ 麦麦噗噗奶酪棒，太好吃了，天哪，怎么会这么好吃，还有点像那个果冻一样的 QQ 弹弹的，超弹的。咋这样呢？这还玩起升降来了。这比我吃过任何大牌的奶酪棒都要好吃，神仙美味。我再来吃一个，我再来吃一个。哦，哇，这样看不出它有多 Q 啊。铲过来铲过来，妈妈说掉地上的捡起来三秒钟之内都能吃。香，果冻布丁。哎，拿下小铲铲先把拆开。哎呀哈，来炒一个果冻。哎呦，好好好啊啊啊啊啊，哇，做果冻哇，是不是很诱人？看我来给它颠个锅。我的 QQ 蛋，天哪，哦天哪，怎么办？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果冻加跳跳糖，哇，又滑又爆炸！哇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快速快速！啊，友善，好嘞，完美。去赶海，我们这里是东海的入海口，我捡了好多小海鲜，有螃蟹，还有虾，还有小贝壳。吃一下这只大螃蟹，哇，好肥呀，哇，真鲜啊。有的小伙伴说自己那边没有大海，今天我就给你们看一下这一款赶海王，点击左下角就可以下载咯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海鲜可以捕捉，想尝试赶海乐趣的可以体验一下哦。哦，好大一只虾，棒。空气棉花糖，甜甜的，好像谈恋爱一样的。不知道我吃了这个棉花糖会不会吃我一个青蛙王子。白马王子我就不想了，吃我一个青蛙王子吧，果然很甜蜜哦。哦，还可以拉丝的哦。好吧，他没有拉丝，可能我的梦想要破灭了，他连青蛙王子都不肯给我一个。哎呦。我还有一个，一个愿望不行，我就来许两个愿望。青蛙王子不给我一个，那蛤蟆王子总可以吧？哎，以前吃这个棉花糖的时候，好像里面会砰砰砰的有那种声音的，现在没有了，可能是天气太冷了。好好吃，好甜，好香甜哦！我太喜欢吃这个棉花糖了。
太美味了。好闺蜜又给我带了彩虹软糖。Oh my god！ 哇，这口感，我以为它外面就是那种软软的，完全不是。它这外面的糖果好像在咬那个锅巴一样的，哇，这丰富的口感，天哪，我惊叹连连。里面的这个软软的糖是那个葡萄味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啊，锅巴和那个软糖的结合体，上面全部都是那个泡菜国的字哈，我一个都认不到，太美妙了！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口感的糖，我凑近一点嚼给你们听一下，蹦蹦叫的糖你们听过吗？哎，哦，我已经沉浸在这种感觉里面，太美妙了！哦，我要给我的闺蜜送上一首歌，我有一个好闺蜜，我从来。彩虹迷你小棒棒糖，色彩斑斓，五彩缤纷，而且味道也超好哦。真的好漂亮哦，这个是手工做的糖，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我都不知道他们把这个颜色怎么组装在一起的。我数一下它有多少个颜色，我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种颜色，太厉害了。直接睡了，手工就是不一样哈。它里面居然是白色的，手工怎么会外面彩色里面是白色的啊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不过味道还是很好的，它一点都不甜，有点酸酸的。嘎嘣嘎嘣脆。好了，拜拜。给了我两个俄罗斯黑棒棒糖，这个棒棒糖是很坚固的，听听这声音啊！他们说没有人能把这个棒棒糖咬动的，我就是给它咬破掉了。哇，我成了中铁牙了。看啊，浓浓的可乐味，一点都不逊哎，超棒的！哎，什么最坚固的棒棒糖，在我这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吧！好了，完胜它，78度卤蛋，为啥叫78度？哎呦，哇 ，QQ 弹弹的。啊！一拆开就闻到一股浓浓的卤香味。它没有100度，会不会没有熟啊？这个里面是溏心的，看起来真的有点溏心的意思哈。咸香的卤的这个味道很浓。这个自己家煮的那种溏心蛋差不多的，完全就不一样，超香的，赞！心心念念的芭比粉口红啊，闺蜜又送给我啦，好高兴哦！这个阿忠涂上肯定很漂亮，大家看一下哦。啊，我看到仿佛已经有这种芭比色在我的唇上了，漂亮吗？啊，好像还挺滋润的哈，就是为什么越涂越香了呢？现在口红都做得这么香了吗？好看吗？主要好像很滋润一样的，有点油油的，是桃子味的。它是一只巧克力，你们有没有这样整蛊别人的闺蜜？除了她爱整我以外，这个小味儿还是挺靠谱的。我爱我的闺蜜，虽然她老是整我。下次什么时候换我整一下她？草莓味的巧克力好吃。就这底下吃不到了。好香好香。